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益胜，欢迎收看《投资下午茶》，理财我最棒。今天是五月十号，星期一。那今天很重要，因为呢是我们《投资下午茶》节目的第一集，开播的第一集，这是一个直播节目。那从今天开始，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时呢，益胜会在这边，那么邀请了我们的股市专家，不同的投资专家来到现场，那提供给观众朋友呢，就是带你们一起整理当天的一个台北股市，那也希望提供给大家一些呢操作上的一个分析及建议。那当然呢，古人说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哦，那这往往一开始呢是最重要的第一步。那当然我们呢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来参与这历史性的一刻啊。你们要怎么参与呢？很简单，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下方呢留言啊，帮我们按赞加油，帮我们加一，那当然也可以帮我们分享。那当然也可以把你们呢在股市当中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呢帮我们呢留言。因为呢在每天的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呢针对观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啊，邀请我们的股市专家们来跟大家做免费的解答，提供给大家呢一些参考。好，那既然呢是下午茶的时间啊，哦，我们呢每天邀请的这个股市的专家哦，那么呢就是呢希望呢能够跟大家轻松的来聊一下。好，来看看呢台北股市每天呢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那到底有哪些脉络，那希望呢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赢家。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呢很开心啊，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呢现阶段呢在台面上很多的各大媒体啊竞相邀访啊，好，那么解盘非常有特色的一位资深分析师谢钟麟，谢老师来到现场。钟麟好。啊，医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先带大家呢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一个表现。今天台北股市啊开盘呢在平盘附近哦，那么盘中呢最低跌了将近百点，收盘呢收在17235点，下跌49点，量能是4902亿。就 K 线就整个盘势表现，今天呢震荡幅度不大哦，加权指数的震荡幅度不大哦。上柜指数呢震荡比较大，那就 K 线图来看的话呢，加权指数啊今天收盘仍然守住在五日线及月线之上，但是呢十日线啊早上虽然有来触及啊，但是收盘仍然没有成功的站上。我讲这是呢上周啊唯一还没有收复的一条均线，但是呢可能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只是收盘来看指数，你会觉得说啊，今天指数就是风平浪静，好像呢震荡幅度不大，跟上个礼拜有没有上冲下起，高达这个上个礼拜大概振幅有到900点哦，大家呢一场震撼交易之后，今天觉得比较风平浪静，但是那是表面上，实则啊，今天呢台面下哈，实则也是呢波涛汹涌。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分类股啊，19大分类股的指数，大家可以看到哦，电子股。很关键的电子股今天大概是19大类股唯一下跌的一个类股，跌了 2.17%， 那成交比重不到40%。那今天呢资金跑到哪里去？航运、钢铁、金融这三大族群加起来成交比重超过40%，大过电子股，哇，这很重要哦。那所以说呢今天的一个行情呢，我想我们邀请到钟麟来到现场啊，希望先让钟麟呢来带大家看这个盘势怎么看？怎么看哦？电子股基本上不用看了，电子股怎么看？电子好像你这样马上伤了大家的心。没有啦，应该这么讲啦。你说如果说你说电子股有没有一些哦，其实有没有一些目前哦具有一些投资价值的？我跟你说有，有些股票有些电子股真的到目前为止它是跌下来是具有投资价值的。但是你说买了之后它会不会涨？拍谁？这么的资金都没在电子股啊，没有嘞，可能也没去啊。所以如果说你是追求短时间的那个资金使用效率的话，可能还是要看什么？还是要看，航运啊，钢铁啊，然后呢，纺织啊，就你可能就往这三个看，因为其实这三个很明显啊。其实我说真的，其实盘面上有时候会告诉你它的方向在哪里。那当然有一句话是跟着资金走，财富一定有嘛。啊，资金的摩底加摩摩，你应该这么讲啦。你电子股要涨的话，你要有一些火种嘛，要领头羊嘛。是，到底领头羊在哪里？他就没有领头羊嘛，一每个期嘛。比如说你说像那个上礼拜四的那个宏基好了，哦，单季获利不错，对不对？对，宏基啊，单季获利不错。然后呢，礼拜五的豆桃灾啊，今天有涨了，但是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以宏基来讲，它有没有族群性、啊、
上礼拜四红旗，对啊，红旗嘛，涨停嘛，涨停板啊，礼拜五就豆豆灾嘛，所以就是礼拜四，如果说你追的话，礼拜五你就搞到啦啊，今天涨起来，对啦，有涨啦，但是呢，说真的，它就只有一只嘛，因为其实有句话这样讲啊，一股启动难成器，同类三股成板块，你要去找板块股，不是找那单只的啊。钟林，你好多顺口溜，我都觉得真的很棒。就是板块啦，板块我说真的，钢铁嘛，你钢铁中钢、中鸿、叶芯，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又配什么？配什么威智，对，丰鑫这些废钢的，就是你一个族群下去，好几只在涨。那你航运呢？航运长荣跟那个阳明两只在前面冲嘛，对啊，每天消息这么多，啊，现在这么多的话，恭喜咱这个不敢追，就看他三不时就弄。我上礼拜有在那个东森讲，他说我讲到那个长荣阳明，我说这个操作当然他之前有一个高点嘛，那这个如果说过的话你要干嘛？你可能就追他嘛，就是你在五月四号的这根黑棒没有突破之前啊，你整理多久你不知道，你可以不用理他，但是一旦突破，这代表什么？代表上面没有压力了嘛？这种网络上的节目，说真的，那个你去网络上 Google 节，我老共鬼啊，就是过了之后就没压力，没压力就追就对了。那除了这还有什么？还有最近不铁矿砂在涨，铁矿砂在涨的话，啊，到底什么运送这些铁矿砂的？其实货柜跟货柜啦，散装归散装是完全不一样的，喔。散装是什么 BDI、BCI、BPI 这些指数嘛，在什么那个煤矿啊、铁矿砂，就是什么惠阳嘛，然后的裕民这些东西嘛，就是这些股票嘛。那你散装的有没有族群性？你说长荣跟阳明，然后还配置什么？配置旺海三只货柜，三只货柜，三只货柜啊，三只啊，就一同类三股是很蛮快的嘛。然后再来呢，什么新兴啊、惠阳啦、裕民啊、四维行啊，这些什么小船散装的，它有什么？它又是一个族群嘛。所以整个就跑上去了。但是就像钟林所讲的，今天很多观众朋友，就像我刚才讲的，今天可能电子跟船产啊，真的是两样情，那钟林呢？刚刚点到第一个大家关心的电子股，电子股呢上周啊，尤其是周四周五跌升反弹，由台积电、鸿海这些个股带动，包括你刚刚讲的宏基也有在周四有所表现。可是今天呢，好像都把他们上周的那根红 K 棒跌破。对啊，所以说呢，可能像台积电有没有上根那根红 K 棒？今天一根黑就把它跌破那个开盘。这代表什么？代表呢？上周抢进的人，短线可能是套牢。应该这么讲啦，如果说你是要长线投资的话，台积电我认为它还会涨，还会涨，只是它现在不会动。所以市场上很多人关键啊，就是说我听到很多人在看这个台积电，都在说啊，600块以下台积电可以买，没有错，大家都认为长线600块可以买。可是上个礼拜五呢，虽然它表现还不错哦，但是呢，收盘就是差那么一块，应该这么讲啦，应该这么讲啦。我们是投顾老师啊，对不对？如果说你说长线的话，我就跟你讲，台电是可以买的，后面还会涨，还会涨。但是呢，当你看到其他人，哇，我的长荣、阳明涨停板，我跟你讲，你会受不了。这就是你刚才说的，短线资金应用的效益问题。对，就是你买的股票不会动，后面它会涨啦，但是短线上就不是涨这个嘛，所以你会很痛苦嘛。这样很痛苦的话，其实就是我只跟大家提。如果说你是看长线的话，台积电我认为还会涨。你有耐心的话，你就慢慢买，慢慢爆。我说的是台积电啊，你不要想说哦啊，台积电哦好贵啊，不我买联电好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名件，你先搞清楚哦。这两个完全台积电是有先进制程的，有五奈米、三奈米甚至两奈米的。联电它只有成熟制程哦，它的先进制程联电是完全放弃的。那联电完全放弃的话，我相信今年大家看到的新闻都是什么？什么车用晶片呢很缺啊，晶片缺多缺又多缺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没有想办法解决嘛？你第一季的时候报价有在涨嘛？这些晶圆代工报价在涨嘛？对不对？对。第二季一样有在涨嘛？今天新闻是不是说七月份第三季还会再涨？对。为什么股价没有涨？你敢不信鬼？他跟你说的第一季，跟你说的第二季，跟你说的第三季，如果第四季不涨了怎么办？他没有告诉你。所以呢，所以你看这种走势，说真的，其实股价有时候他会告诉你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看这种走势，高档混来混去，出利多已经不会涨了，这个像是。这个会缺货缺到明年的样子吗？这看起来不行。所以说呢，用中立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即便电子股当中，现阶段因为量能不在这边，所以势必要整理。但是整理的过程又分个股的差异很大，那长线有长线利基的可报，如果短线，可能是炒作短线的一些题材的，可能各位就要比较留意，因为毕竟呢，现阶段风头不在这里。其实应该这么讲啦，像那个联电成熟制程的，大家都有在扩厂啦，都会想办法优化制程，而且八寸的其实都想办法怎么样，想办法就是换个
那换个光照、就是、弄到大家都在调整，大家都在调整，就是尽量不要缺货状况一直延续到明年。所以呢，所以第三季可能就是产能最紧，就是可能就是最高峰了。再来第四季呢，在第四季其实股价现在。你看这种黑 K 棒，就要告诉你第四季可能不会涨价啦。他只告诉你七月份还会涨价嘛，就第三季还会涨一下嘛。是是。明年可能就不会涨了啦，就第四季可能就是哎、欸、慢慢会和缓的，因为现在你和缓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听到什么新闻？哎呀 ，overbooking 啊什么，原来就是 overbooking 是不是？你就会听到自己这些有的没有的啦。所以呢，所以如果说你就什么联电、台积电，你也被长期投资了，你的台积电蒙考啦，联电我也干嘛？联电用殖利率的角度啦，哦，联电以后每年都差不多赚2块到3块啦。你就直率的角度来看，联电基本上它可以用纯股的角度来看它，但是你说，但是可能要用更长期。对，但是你说这个地方会不会大涨特涨？我干嘛没啥可能，它就是直率的角度在那边混了。那如果很多投资们关心的这个 IC 设计族群，我想联发科今天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什么电子股之所以这么弱势啊？它的小郭啊，小郭刚好准。对，小郭刚什么应该这么讲呢，印度疫情严重，因为其实印度的手机消费市场也是很大。对啊。那现在印度的疫情严重。印度应该现在是全球最重要。对啊，所以而且其实我不太赞同小郭所说的啦。因为如果说你说第二季的时候，其实高通它这边是有缺货的哦、喔。高通的产能是看不太出来的。所以看不太出来的话，你第二季跟第三季应该这么讲啊，第三季才是手机的决战场。是就是苹果要出新机嘛。哦对，通常旺季是在第三季。对啊，第三季嘛，苹果出新机嘛，然后那个联发科可能天玑2000。这边它要出来嘛？说真的，如果说你是消费者的话，你知道第三季要出，现在五月份你要换新机，那可能啊，那情况嘛，你就将心比心，不太可能嘛。那如果从今天啊，不管它是不是因为短线、啊，然后因为这个报告的原因、啊，然后就是说，市场的看法。那可是呢，毕竟呢，在上个礼拜之前啊，电子股当中少数还相对强势的，可能就是像这些高价的。哦、不管是联发科也好，矽力科也好、但是呢，今天他们是相对的弱势、所以呢，如果短线上手上还有的投资朋友，其实如果还有的话，你可以抱着啦、我是认为你可以抱，也以你也不用，你也不用杀了。这种公司说真的，这种公司有什么好杀的？短线影响之后是还有机会有，它是还，我的看法是第二季应该是它会超车高通啊。因为它的产能没有问题嘛，那题材就在嘛，题材就在嘛，所以还有机会回到1000块，应该这么说。大家应该最关键的这个分水岭，我认为是有啦，因为其实鸿明校写的就是涨停板啊，那不是鸿明校跟我的涨停板，只是后面这边真的钱就不在电子股，那不在电子股就是你可能比较难搞，而且电子股说真的现在没有亮点嘛，不然你跟我讲一个亮点，那什么亮点？你讲 IC 设计无啦，你可能 IC 设计的话，你可能如果说比较投机一点的，可能就看一下新唐嘛。我也是新唐就一支而已嘛，4919嘛，一个那几只啊嘛，一百百个期嘛。新唐今天算少数电子股，因为它涨的逻辑跟其他的那些什么 MCU 是不太一样的。其他的 MCU 是涨什么？涨说啊，我 MCU 要涨价，对不对啊？车用晶片缺货，我这个涨价。它不是涨这个啊，当然它有一部分这个题材，但是呢，但是其他主要涨的是什么？它之前不是在 Panasonic 买了一个日本的 Panasonic 吗？它不是赔钱？对，好像每年要赔8亿嘛。对，但现在在涨价嘛，所以那个赔8亿现在不用赔钱了嘛，可能会赚钱了嘛。所以有点因祸得福。对，就是哎、我本来要赔钱的，现在不用赔钱了。它在涨这东西，也就是它有自己的、那個、有自己的题材，对，有自己的那个晶圆代工厂在帮它做。所以就电子股来讲，应该这样说，因为现阶段并不是这么大量的资金在电子股身上，所以电子股可能就要更慎选个股的差异。对啊，都是单兵、就会比较个股表现，就完全是单兵作战嘛。好，那我们呢，赶快回来哈、就是说，可能很多观众朋友现在就会想啦，对不对？那如果电子股好，可能呢会有个别的一个表现。如果你手上抱的像钟林讲的、有一些比较长线的利基，殖利率也不会太差，当然你长线续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可能还是会想，那短线上，哪些族群、哪些个股比较值得他来留意，对不对？大家还是喜欢追逐这个浪潮嘛。那今天呢，当然在金融类股、航运股，还有呢钢铁类股，大概是今天盘面上最强势的几个族群。好，那我们就先请刚刚钟林有提到的航运类股啊，先大家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好了。今天很多档都拉到涨停板啊。好了，我们先讲一下电子好了，其实电子不是不好，我一开始有讲说那个有些有资金嘛，对不对？对，你看一下那个8039台湾好了。我不是叫你现在买、你可以留意它，为什么？它现在现行很鸟，对不对？对，其实它是苹果股，你知道吗？知道啊，它那个今年的那个台骏是不是打入苹果的那个供应链？对，苹果那个像那个也小郭讲的、就是今年 iPhone 13基本上多了一条天线，这个天线就是 LCP 的，那个台骏的 LCP 材质就跟台宏拿的，
就是跟台宏拿的。那台宏其实每年，如果说你过去看的话，它每年配股都可以配，它是一个获利非常好的，对，它可以配2.5块都可以配2.5块的那个股利。你看它今天收多少？今天收50块。其实像这种50块对我来说是有存股的价值啊。对，就是就每年配2.5嘛，50块就5%了嘛，还有5%，对。也就是我现在买进去就是赚，就是铁定5%殖利率是我的了。而且过去这几个月，它是属于比较一个横盘的走势。对啊，然后如果说第三季的时候苹果这边开始拉货的话，它今年法人估它可以赚4.7块啦。你明年配一配，随便配个3块好了啦，随便配个3块，你是50块成本的话，这殖利率就6%了。如果说你抓一个殖利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股票说真的，你有耐心的话，你就可以买。但是呢，如果说你明天要买的话，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涨，因为呢，因为现在钱不在电子股嘛，所以钱在什么？钱在钢铁行业。所以呢，其实钟理事想用这样的例子告诉大家，我想钟姐刚刚不管高价、全值或低价，哦，这些呢具有长线题材的电子股，哦，应该呢大家现在要思考的电子股不像以前。以前电子是大家冲浪的一个地方，但现在呢，反而是用比较长线的角度来思考。哦，可能呢，你可以追求长线的题材、长线的利基，甚至长线的一个投资报酬。那这样的个股你是可以续报，但是短线你想要冲浪的，然后我们还是回到资金的浪潮来，对不对？看资金在哪里啊？说真的，其实这个也不用分析，就它什么都是航运嘛。你航运的是长荣跟阳明，这是被分析，还是被分析啊？今天哦。航运类股十几档拉到涨停板，好，但是呢，它不是一开盘就涨停啊，它可能开高啊，震荡走高，尾盘收起来。基本上我相信很多档都这样，很多人会想，那明天如果还是这样，今天我已经错过10%了嘛，或者是我今天是尾盘才进去的人，他就会想啊，那我明天我是要怎么办？其实我说真的啦，如果说现在还没进场的话，就表示你的风险承受程度是低的，对不对？如果说你风险承受程度低的话，我恭喜在，你得卖不回来啦。因为这种股票，你怎么你要买的话，早就在车上了，早就在船上了，早就追进去了，怎么会现在还没买？但是很多人他是这样子，很多观众朋友来到这边哈，上周不是航运类股也有震荡吗？那很多人呢就震一下就吓到，他就可能先出场了嘛，哈。当然很多人也是有赚到钱，但是他一定会想啊，赚到钱的人也会想说，哎，那是不是短线今天又转强，量能还在这边？应该这么讲啊，他会想说，他是不是可以再进去？有没有要追的话，其实你设好停损就好了。只要你设好停损，其实你爱怎么追都可以，你懂意思吗？像比如说像医生，你打这个，现在今天创新高嘛？对，如果说以操作来讲，比如说你要追的话，好，你把它切成30分钟线，这是我自己在看的。比如说你切成30分钟线，你切30分钟线的话，你抓大量在哪里？那当然，比如说这一根，对不对？这一根嘛，我们先看下这一根嘛，就低嘛，对吧？啊，就低嘛，你看这一根，这根是大量区嘛，对，也就是。不管你怎么追，只要这根大量的最低点是多少，这根大量的最低点只要跌破，你就把它出掉，90.2块。好，对，各位观众朋友，这一档是2609的阳明哦，是很多人关心的一档个股，今天也是涨停锁住，然后来到100.5元。那么呢，钟林给大家建议是啊，以30分钟 K 来讲的话，这一根 K 棒最低点90.2元，只要没有跌破，这个就是关键 K 突破的关键 K， 也就是。带量突破的关键 K 如果被跌破了，就是要整理了嘛。对，整理了你还玩什么？你得变正啊！观众朋友，这至少给大家一盏明灯啊！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心是很關你爱怎么追都无所谓。你说我明天开盘追什么什么追随便，但是呢，但是请你停损就设在这根关键 K 的大概90块了哈。那当然，如果明天怎么开怎么挣，我们不知道。你如果可以越接近这个价位来买，那是不是代表你的风险是越低？应该是这么说。但没有跌破。钟理讲的，你就改变了，对。对，但是说真的，现在这种强势股，你说什么强势股拉回，强势股哪会拉回？那是的忙哦，强势股的没拉回。我明天开高就上去了。强势股的 KK 啊，我举个例子啊，那个航运股基本上我认为也不用讲，是长荣跟阳明嘛。然后呢，是什么裕民嘛？我们看一下裕民好了。其实我认为裕民哦，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要看航运股的话，你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为什么30分 K 还是、投信买一堆嘛？不用看30分 K 啦，你看投信被一堆。投信买。现在不是5月10号了吗？对。啊，第二季的做账不是6月？啊，买成这样子，你觉得投信要干嘛？投信不是要做一下？而且像我们这个就是这下面这一栏，上面这一栏是外资，然后那以裕民来讲的话是投信买卖超比较积极。其实我说真的啦，是外资哦、喔，外资很多假外资啊，你也不用怎么看啦，因为你看这个，那你缩小一点好了。一下买一下卖，一下买一下卖，你们可以看出它的、外资的确是对啊，忽买忽卖，一大堆钱冲啥？
这个假外资啊，假外资打刚那么投信在裕民这档股票来讲的话，是真的持续呈现一个买超。这个拉低，所以像这种投信一直买的，就甚至说你说长荣、阳明，长荣、阳明顺便打一打好了，你就持续看嘛，看这一波到底谁最厉害。这档裕民，我们看下一档长荣、啊、一样，你看也都是投信买的这样子，股价一直涨。你看、啊、外资都是忽买忽卖。对啊，外资哎，别垮了，这个外资外资在这里比较像散户，他没有章法了，他就是短线客在那冲来冲去。好，那阳明也是哈，阳、啊、明也全都是投信，都是投信的菜了、啊。所以如果说你要往航运看的话，你就往这地方看呐、啊。甚至于航运看，我们看钢铁好了。跨中钢，你跨中钢2002，你跨中钢，你自己看，这是要分析啥？你眼睛 KK 买就对啊。眼睛 KK 买吼。干不是？这是要中钢都可以搞到快要涨停板呢、欸，一样啊，同样的章法、啊。你这个外资，外资你觉得他在干什么？我也看不懂他在干什么，一下买一下卖，他没有章法，这是短线客。这阵子很多人那个外资都被大家吼，真的 是我跟你讲啊。亏到不行，外资哦，不是我们亏他，很多都是假外资。比如说你说永宁哥的，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元大土城永宁，对不对？对，那个户头是外资啦。嗯，听说啦，我听说的啦，跟高盛1年100万租的啦，他就在那边冲啊，那边冲来冲去的，买进去就是外资买进啦，隔天出就是外资卖出。你在这边是跟大家爆料，对不对？你听到意思不？所以呢，所以这个穷来穷去，那边孔啊，一大堆啦，很多那种短线客都是。用外资的户头在那边搞、嗯、搞，但是投信的买盘是很实在的。对啊，你有听过假外资、哦？你有没有听过假投信？哦，所以、啊、你有听过假投信吗？假投，所以你今天嘛，所以呢，所以这嘛中红，这叫中红2014。那我们看完航运、嗯，我们也一起来看钢铁股啊。今天中钢哦、喔，这个人说猪在风头也会飞啦哈、喔，这个应该是一个对啊，最近中钢嘛，对不对？炒轻功嘛，对。好轻功，轻功的奥秘就是像猪一样的人可以飞在天上，还可以叫得跟杀猪一样。哦、啊，我记得上个礼拜你在你的节目有提到哦，中钢，你手上就真的有带会员朋友掌握中钢这档标的哦。今天也是大涨，而且还创了波段新高啊，量能也不少，今天成交了258亿啊。中钢，而且这个钢铁股是有个期的哦，比如说你像那个2014的那个中红，中钢的下游嘛，啊，看这也是、啊、哦，今天也是涨停，也它好几、哦、全部涨停哎、欸。而且它涨停，而且它今天的量能也不小啊，今天成交有100多亿。对啊，然后就是一样啊，一样投信买的、啊。看筹码的话，一样都是投信。对啊，那你看什么大成钢、哦？大成钢是有2027嘛，这个是有咬到什么？有咬到那个美国基建的嘛？因为你七月开始第三季这个地方开始干嘛？那美国基建嘛，所以美国基建的话开始拉货嘛。那这次拉货跟过去不太一样嘛。嗯。过去是拉6个月的库存嘛，现在是拉18个月嘛。所以它算是比较有真正有受惠到。它是有受到美国基建的，反正应该这么讲啊。市场立即，其实它只要有一个族群在哦、喔，一个族群在的话，就是看谁涨得快或涨得慢。只是现在涨得快的在哪里？在什么中钢、中红啊？啊，今天好，然后明天可能开始又什么什么夜锡那个什么丰锡呢？因为废钢好像现在废钢也是很缺嘛。所以讲到这里，刚刚那几档中钢这些当然都是指标大型股嘛，哈。那你会不会像航运类股，也给观众朋友一些比较就是属于比较整理的？还可以闭着眼睛买的有没有？基本上没什么闭着眼睛买，闭着眼睛买中钢、啊、还是中钢？哎、中钢，那中钢你要闭着眼睛买是中钢啊，不是叫你帮我抬轿了，而是这种就安全的、啊，这么安全。我是不知道今天那个法人出来没有，但是以他今天这种走法来看哦、喔，投信应该应该投信还是应该是透买，应该这种是最安全、安全到不行的股票、嗯、啊，所以一样。像刚刚所讲的，就是只要短线资金好停损，应该说、哦、你钢铁股、喔、你要先从最上游看。啊、最上游就是中钢，中钢，啊，再来就是中红嘛。对，啊，但废钢的部分好像今天什么海光嘛、威智嘛、這個、一样，对，这个地方有开始稍微动一下，但是他们的题材性其实还是中钢跟中红。如果说以这部分来看，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其实像那个这些股票啊，钢铁股其实跟航运股它是有一些联动关系，你知道吗？有，因为你钢铁报价在涨嘛。对，啊，报价在涨的话，那我厂商我要拉库存的话，你报价一直在涨，我是不是要赶快拉库存？对，赶快拉货嘛。所以呢，所以也是需要，所以为什么散装的部分它会涨，就是我要赶快拉这些什么铁矿砂原物料，所以呢，所以赶快，因为这些原物料是不可能用飞机运的啦，对啊，也不可能用货柜嘛，一定是散装船运的嘛，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有关联的，他们是有关联的，所以你不能说什么啊，什么航运是航运，钢铁不是，他们是全部货在一起的啦。所以当你有这种全盘关联的话，你就知道说现在在哪里的啊。既然市场上的钱，说真的，钱每天都在这种股票。他钱就流不到电子嘛，而且电子，像我刚跟他提的，有些是真的自有殖利率啦，但是呢，但是啊题材可能是6月，可能是7月，5月营收没上来，6月营收是7月才看得到，现在五月初你现在都买了，等两个月，你每天都在看电视节目，一打开哇，钢铁股啊，航运股啊，然后获利，他们现在的获利每一个公布出来的都很恐怖，
对啊，都是用几倍数在成长。但是我必须讲啊，其实这都是景气循环股哦、喔。是是，应该这么讲啦。如果说景气循环股你这一波没有跟到，你也不敢追的话，我跟你讲几个很简单的操作方式。嗯，主力坐上，你坐下。怎么说？你就打月线嘛。这种钢铁股哦、喔，这种景气循环股啦，涨的时候，来我们举个例子，哪一档？一样中钢吗？还是随、啊、便啦，中钢，不然航运股也可以啦。你看航运股、裕民什么，你随便打一支啦，2606啦。好，你顺便打月线啊，你清楚一下。好，月线。对啊，你打月线，你把它缩小一点呐、啊。这种股票基本上就是，你看他们跌、哦，他们如果说要跌下来的时候，这样跌下来的时候，这么跌死人。你到时候看之前，对啊，你看20年前的表现。你看这种股票下来怎么下来？下来就回到原点，都是这样子的、啊。虽然，但是这种是景气循环股的特性，就是这样子，涨的时候哇很漂亮。所以现在就是风头来的时候，大家手脚要快，抢进要快。对，也就是說，但是呢，一旦风头撤的时候，大家手脚也要快。对，所以呢，如果说这种股票跌破月线，你要干什么？跌破月线基本上就可能走完了，你要赶快闪，你不要什么跌破月线哇，我在看季线支撑，这种股票没有什么在季线支撑的，所以从裕民的角度来讲的话，像他今天收盘在67.8元，月线还在59块，线形全部都还是多方，你都不用理它、都还有一段距离。就是、当头盘出来开始转弱的时候，然后开始看到你应该说啦，在头部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好消息的，但是一旦整个转下来之后，那个线形跌破可能就下去了，下去你就要跑了。對，不然会跌。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不是对技术分析有研究的人，都有些时候会不晓得我们在讲说这个线、要怎么去参考。没关系，其实观众朋友，你只要持续锁定我们投资下午茶的节目啊，我们每天、就会带领的这些股市专家、来帮大家解、你们最关心的这些议题。那如同我刚才讲的、如果你们有个别个股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在盘中针对每档个股来跟大家做分享，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手上有一些持股的问题，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方留言。那当然除了呢，钢铁、航运之外，然后那我想呢，还有一个族群呢、我想要在最后再请教钟麟你的看法，就是说今天也非常非常关键，整个盘是今天能够让电子在休息的情况下大盘还可以维持在平盘附近，最重要金融类股，金融类股、今天呢，像是富邦金，今天开盘呢就一路震荡走高，还差一点点、好像快涨停的感觉啊、那所以对金融类股你的看法怎么样？看多啊，看多，要买可以买啊，要买可以买哈。对，我认为、一样是长线的角度，不能说长线啊，搞不好短线上就会冲了啦。短线就会冲。其实金融股有几只你可以看的啦，比如说像那个最近证券很夯嘛，对不 对？每天都4000多亿嘛。对。所以证券股一定会动了嘛？那您推荐的是证券股最投机的就是宏远证啊。宏远证，对，四楼嘛，对不？三楼的极品方嘛。宏远证这档股票整理了大概2-3周哈，今天又一根带量。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的，这是我在东森也讲过了，好像是这里吧，这里啦。我每支刚自己讲的吧，自己讲的开始滴滴滴隆。不管多几支，反正这次是有投机性的啦。那如果说你说现在什么融资余额一直往上冲啊，对不对？是你行股市行情好。对，融资往上冲，那谁可以赚到最多利息嘛？就元大金嘛。是是。对啊，当然现在你说这些传产的这些原物料在涨，说真的就是有通膨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在涨的话，你原料在涨，下游到时候也会涨嘛，所以有通膨嘛。是。那通膨的话，你到时候会怎么样？升息。会升息嘛？升息请问谁会受惠？会升息会受惠，就是谁可以利差可以缩小嘛？的富邦啊、国泰啊，这等基啊那啊，对。然后富邦跟国泰，说真的，到底谁的资产比较多？如果说你就财务上的数字来看的话，富邦赚的钱比较多一点。对，但是呢，如果说你资产给它重复下去的话，谁的土地最多嘛？还是国泰。所以还是各有各的优点、但是呢，他们整个族群来讲的话，以现在量能进来的结果，我们刚刚看每一只都是带量，今天都是带量。对啊，而且我们刚刚讲几只了，讲四只了呢。一股起都拿上去，同类三股都已经4只了，这个而且都是大型股对啊。然后我刚刚讲的今天呢很多这个，真的是。这些猪都在天上飞啦，但是这些猪啦，不是说它不好，都是金猪，因为它们确实都是有获利的。不管讲中钢也好，讲航运也好，或者是讲金融股也好，我想这些个股它都是有实质获利，只是说呢，在短线上啊，大家呢慢慢的资金转到这些族群身上，那资金涌出的情况下，他们的股价都动起来，所以每一档都是真的有白花花的银子进去买，才能够造就它量价齐扬嘛。好，所以呢，我想呢，时间的关系啦，那我们呢可能针对整个盘市主流的族群呢，先跟大家分析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呢这个投资下午茶，你问我来答这个阶段，那么针对几个观众朋友的问题啊，我们选出来跟大家做解答。那首先呢，第一个观众朋友招敏
哦，那问到的是这个南亚科在季线以下可以接吗？来，我们接哦，我不会想接。如果说你要买低润的话，首选就是威刚啊，想的话投信有在买啊，其实没有的不建议。应该这么讲啊，月线之下的股票其实我不会考虑。月线之下一般操作啦，月线之下我不会考虑，因为月线之下就是偏空股嘛。你月线之上是多方股嘛，你要买股票的话，你要买多方股啊，是多方股才会赚得多赚得快嘛。啊，你空方股的话就反弹嘛。啊，反弹什么叫反弹？反弹就是还会再往下掉，叫反弹嘛。所以基本上我是不想反弹的。那你说你说低润部分，其实低润到底是不是它是一个成长股还是景气循环股？你要不要先搞清楚这件事情？低润它是景气循环股呢，它不是成长股哦。低润不是景气，不是。它不是成长股，它是景气循环的，它是景气在循环的。其实低润现在就三家嘛，对，美光嘛，海力士嘛，对不对？跟那个三星嘛。因为过去真的是经过一段的整并，然后大概就剩现在只剩三家，应该说寡占，对不对？但是寡占、欸，不好意思，寡占它还是什么？寡占它还是景气循环嘛。这个东西跟什么一样？跟面板一样嘛。面板，我跟你讲，面板你马上移啊啦。大陆说要扩产，扩产就是往下掉了啦，也不用看了啦。听到大陆扩产就是出了。对，就像钟林讲啊，其实，在电子股族群当中啦，我们一般大概会把低润族群跟面板族群视作为电子股当中的什么，就是属于比较景气循环股啦齁。那当然，他们在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需求确实有造就一波的这个需求上扬。好，那短线呢，股价也有涨了一波。好，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最主要强调是因为技术线型。刚刚钟林讲是技术线型，短线资金不在电子，主流不在电子。那再加上这些个股涨多之后，现在在休息的一个整理的态势。如果是在月线之下，钟林就不建议。那刚刚如果观众朋友问到的是在季线之下，短线上钟林是认为可能在这边哦。我们还是把资金放在比较有效益、短线的一个强势族群身上，没错嘛，哈。对，就是月线之上要做多，考虑月线之上股票，月线之下的其实我不太建议啊。好，除非你有内线呐、啊，好不好？台波还会涨啦，今天涨停板那还要看什麼。观众朋友都想听你讲内线、啊，就会涨啦，台波会涨啦。还有应该我今天我听说了，好像还会涨。是台波，好，还会涨啦，还会涨，对，还会涨啦。今天台波表现也算。我有听到一个目标价了，不是这里啦。那个听到是哪里啊？反正一样嘛。你看这个投信还在买，不能说不好说，外资不用理他嘛。就看投信嘛，投信是不是也在买？而且呢是买在上面这一坨嘛，所以这个应该还会涨啊。而且今天仍然是收盘涨停，而且是创波段新高。对啊，这种就是景气，这应该这么讲啊。他们就是传产原物料这边的，对，传物料这边就是还会涨，还是一样哈。所以还是比較、啊、这个元大今天早会不是报这一支吗？啊，你都没看元大早会报告，元大早会的报告都报这个呀，对不对？好，那这个呢是给观众朋友的一个建议啦，因为呢这个也算是整个一个原物料的一个族群之一啦、嗯、所以呢钟林看法是还会涨啦、嗯、那目标价我们不方便说啦，因为也是听说的嘛、嗯、对不对？但是呢当然希望啦，很多观众朋友很多问题啦，但是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那当然各位呢你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你留言在下方。那当然今天呢是我们投资下午茶的第一集的直播节目，好，开始那、啊、当然感谢呢观众朋友的参与啦，好，那今天呢也谢谢钟林来到现场，好，来谢谢医生，谢谢大家。好，那我别忘了、哦、明天同一时间4点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医生，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